你说梁青然那个老狐狸是真的会来吗？反正我都跟他说了，看他怎么想吧。老狐狸，比起来我更喜欢女魔头，显得事业更成功一点。在川白楼对面开餐厅，你们很有胆量啊！一个毫无背景的餐厅，拿什么来赢资本雄厚的川白楼啊？你这话说的，你看不起谁呢？所以我们才需要你啊，和你带来的钱。以牙还牙开新餐厅是风险最大也是最耗时的，我是个商人，需要逐利。你不仅需要逐利，你还需要成功，用你的成功去证明你的眼光是高于刘思远，更强于中庭集团的。我们的餐厅可以给你创造这个成功的机会，而且现在你也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，去赢过刘思远和所有背叛你的人。谁让我失望，我要他们绝望。你们听过秦氏集团的秦振吗？他是个很好的投资人，中庭也在争取他的投资。你的意思是你要加入我们了？我会先帮你们约他，加不加入再说。还没怎么着就摆起谱来了。意气用事已经让我栽了一个跟头了，我不想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。你约他什么时候？等你们准备好再说吧。餐厅是卖吃的，最难纸上谈兵，必须让秦振过来实地感受一下。哎，怎么只有你们俩啊？陈栋呢？时间到了，我要去。我陪你啊。不用，我可以。我会尽快把钱转给你的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